到总裁二号易建联。易建联与杂蛋女孩爱情像雾又像风，到了一个街心小公园时，易建联突然从背后轻轻拥住李亚红，快速说道：做我女朋友吧，我很喜欢你。易建联的动作之突然，语速之快，让李亚红的心狂跳不已。当他回过神来时，便开始用力挣扎，可他越挣扎，易建联强有力的臂膀环绕得越紧。是蟒蛇吗？你放开我，再不放开我，我就要叫了。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。我不，易建联就像小孩子赌气一样回答他，同时手臂上抱的力量更大了。我答应你，你放开我吧，李亚红轻轻地说。易建联放开了他，李亚红赶紧跳开来，刚才说了不算数。嘿嘿，易建联飞身上去想抓住他，李亚红轻盈地躲开了。他们嘻嘻哈哈地追打着，一股甜蜜感袭上李亚红的心头，他幸福在依在易建联的怀里。话说记者，你当时也在易建联的怀里吗？你知道就是加入一个家庭是不是？你看着文章，他多么饱满，多么有前瞻性，连追妻情节都有。跟我走，一只有力的手突然抓住了他，不由分说的拉着就走。又是易建联的突然袭击，李亚红想挣脱他，可怎么也挣脱不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已经要强了挣脱不了，挣扎不了这种问题呢？十八总也有在学擒拿术是不是？